大家好，我叫阮文德，今年我28岁，我住在海防。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日常工作。每天6点我起来刷牙洗脸，然后我送孩子去吃早餐。我们吃早餐30分钟。7点我送孩子去学校，7点半我去公司，我骑车15分钟。8点我开始工作，我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工作，中午我回家吃午饭，我睡午觉到下午1点半，下午我继续上班。5点半我回家洗澡，然后我跟家庭去玩饭。一周有3天午去上汉语歌，周一上午晚上我从6点到7点半上歌。每天我常看电视到晚上10点，然后我上网一会。有时候晚上我常跟家庭出去玩，周末我常送孩子去公园，跟朋友去喝咖啡。每天我都睡很晚，12点我这1点不一定。每天你们常说什么？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